近日曝光吴奇隆与刘诗诗二人在刘诗诗与上海的公寓里密会的消息，二人更是在刘诗诗家中待足了8个小时。据悉，吴奇隆刘诗诗情侣档接连合作《步步惊心》《步步惊情》《犀利人师》，因戏相恋的消息越传越猛。今年8月曝光二人千里同行，亲密相伴，这次又被其独家直击上海深夜相约，而密会地点是刘诗诗公寓，密会时长8小时。四爷若曦，有爱别错过，祝福你们。不能相见也要朝思暮念，只想让你知道我真的很好，爱一生恋一世，我也会等。